抱着小女婴，美女妈妈露出甜美微笑，站在整片粉嫩嫩的玫瑰墙前，姿势笑容100分。再来张自拍，找朋友一起入境。这片由1000朵玫瑰组成的玫瑰花墙实在太美，让不少女性顾客狂拍照晒 IG。我觉得蛮有造型，然后也蛮好看的。完美照，然后就会想要拍拍的那种感觉。有玫瑰花墙还不够，业者还端出了招牌玫瑰舒芙蕾，一整朵玫瑰光看就非常赏心悦目，夏天想要凉爽一下。这瓶气泡水上面漂浮着玫瑰花瓣，万千气泡一起往上冲，看起来就很清凉，不止好看，喝起来还有浓浓花香。它喝起来很像香水，对。然后现在因为天气比较热，然后就是很可以解渴。我有学过芳香疗法，我觉得女孩子喜欢香的东西。嫌气泡水不够清凉，那来杯玫瑰冰沙，架杠用玫瑰花瓣加入柠檬汁、冰块一起快速搅拌，颜色和口感都让人充满幸福感。那吃完之后有很浓很浓的玫瑰香，玫瑰冰沙加上我们的一些有机柠檬下去，就吃起来就会是酸酸甜甜的味道。玫瑰本身的花青素又高，夏天来了，玫瑰花拍照做成饮品或是入菜都很受欢迎，尤其现在卖相好，可能比口感好还重要。IG 美照当道，拍起来够漂亮、够梦幻，也能让人好心情更加倍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黄启超、何胜凤高雄报道。